我想要甲你做伙，莫想遐多，世界有你我就会快乐。只要你会接受，我比你较会，一切拢会无问题。我知影，我逐天拢在喊你，只想要甲你做伙走最幸福的彼一日。无人会当来掌握阮命，较打拼，这世界就会无同。袂当互家己打败，我要勇敢去闯看卖。现实有我知你，我知，美梦有我呢远，我嘛知。我大声讲出，我袂放弃 ，Crazy for you。虽然我会卡低低，但无我的，我有信心会当予你快乐。我的体力比别人搁较好，你的幸福不免烦恼。我想要甲你做伙，莫想遐多，世界有你我就会快乐。只要你会接受。我比你较会，一切拢会无问题。予我一摆机会，谢谢蔡昌宪。昌宪，你的表现让我太感动了。谢老师，其实每次你在台上的表现都会让我 有想掉泪的感觉。真的吗？不管是你唱抒情的，还是你唱快乐的，我总有一种感觉，讲我是看到你的一个真特殊的灵魂，真实在打拼、朴实的灵魂，经过了偌济努力。个拍拼拢无人知影，一情形之下累积起来的能量，在这个舞台上展现的。那你今天真的超帅的，篮球丢过来，人家还接得到，你丢过来你也接得到。我觉得这个展现让我觉得，你们是一个好像真的就是一个 team 一样，我觉得真的太棒了。所以爸一样你也很棒，哥哥也很棒，对不对？谢谢老师。哥哥也很棒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吗？所以今天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、哦，好棒哦，很棒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子宏老师讲评。我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两位小朋友都很可爱，对，两个表现的都很好。然后因为都是卡通的歌嘛，对，就是让我们很多回忆。然后，玛雅你很棒，老师好。对，然后你的哥哥跟同学也都很可爱。然后那个昌宪。你的舞裙也蛮可爱，我也觉得，对对对，我觉得都很不错，让我们很开心。谢谢老师。